在国庆乡的莫仔洋鸡家，现在有八只鱼仔了，其中有两只才拄生落来无偌久的时间，因为惊会愈生愈侪，所以现在负责管理维护的荷包小库要来控制鱼仔的数量。的想法是想让这五只羊呢，也当伫这个所在来养老，吼、哦、啊！但是鱼仔总是少会，伊就会生产，啊，生产一直增加出来，吼、哦。这个对社区来讲也算是一个负担，因大家这社区这李干事，这大家嘛一直在讨论看讲吼，无是不是咱来加结扎，吼、哦、啊，卖好一个生产，自这的部分嘞，啊，怎会伫家里安尼？会快乐的在这边生活。莫仔洋鸡家是一个会当让鱼仔安养天年的所在。一年外前新立原本只有五只，到现在有八只。荷包小区发展协会主任秘书王添潮表示，因为因未养饲，所以应该爱有十只，不过有两只因为破病就死去了。饲鱼仔吼，咱唔是专家，因为囝咧饲较歹饲，咱较无迄个能力，未迄个技术好头来饲这个细只鱼仔。啊，所以讲卖过好生的时，咱就袂产生夭折的这种现象出。王添潮指出，因为莫仔洋鸡家拢是社区爱去负责，所以人力甲经费真有限，嘛希望有收益会当免费来替因将鱼仔养掉。有来征询看有迄个咱市面上兽医会当安尼来甲咱做这个工作，毕竟社区做这部分呢。也不是想要赚钱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讲看是不是有一寡兽医会当来安尼免费来甲咱做这个结扎的工作。第一，这属于养鱼快乐天地，社区嘛希望养鱼会当有真好生活，所以嘛在厝征求兽医会当来斗三工。记者陈心畅报道。